过去两个礼拜我们在谈规则。当我们面对一个赛局，有些时候看起来无伤大雅的规则的细节，其实有可能会翻转赛局参与者的优势和劣势。那我们在第一次的作业以及上个礼拜的课程里面所反复运用到的推理思考方式，就是 backward induction。在我走我现在这一步之前，我先去思考接下来对方会如何回应，在这一步之后的其他的赛局参与者，包括未来的对手、未来的合作者，或者未来的我自己会如何回应。我先去看我的不同选择会如何导致其他人的回应，之后我再反推我现在该怎么选比较好。这是我们目前所讲的。今天我们往前推进，今天我希望标下速度会走过两个主题。今天我们先往下推进到这个下一个主题，我称之为承诺。承诺的英文是 commitment。 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太知道 commitment 这个字中文要怎么翻比较好，那大家称之为承诺。那我们就先从非常实际的例子出发。这是我的一只猫，它叫 Andy， 然后在脸书上它比我红。那么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或许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从小开始新年新计划，然后这个除夕夜新的一年来临，然后我希望我这个今年开始我养成每天写日记的习惯，这是我小学的新年新计划，从来没有实践过。那网络上有一些文章在统计，大概超过三分之二或更多的人，他们的新年新计划会在一月底之前就宣告失败。那我们也有其他类似的经验，可能到年纪大一点的人希望能够减肥，就很多各种不同的方法。那其实节制饮食跟规律运动是治本之道。那面对到这样的问题，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好，我从明天开始少吃甜食，不喝甜饮料，等明天到了以后，走在外面很热又觉得很渴，就想说好吧，还是去便利商店买一瓶甜饮料，那么我从明天再开始戒甜饮料。或者是我自己的话，一直在希望鼓励我自己能够规律的去健身房运动，所以我以前住在加拿大的时候也买过缴了年费参加健身房的会员，其实就是捐钱。因为之前头几个礼拜会去，然后久了还是觉得每个礼拜都想说下个礼拜再开始，因为工作很累。那我们先来思考这个意志力不够这件事情有没有办法从赛局的角度去分析，然后找到解决之道，而这个解决之道背后的洞见是我们可以应用到更广泛的地方。那么要思考这个问题，我就从最简单的一个情境出发。什么情境呢？早起还是赖床？这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假设今天晚上睡觉前，我希望设了一个目标，我明天早起先出去慢跑做个运动，然后再开始工作，然后等到明天早上天亮，那我躺在床上，然后觉得是一个阴天，天气有点凉，好像待在被窝里面比较舒服，我就想说再继续睡一会，然后我就没有起来。
这可能是很多人会遇过的经验，或者是类似的经验。那我们怎么思考一个人前一天设定了目标，早起去运动，到第二天却不愿意起来这件事呢？在经济学的文献里面，有些人从行为的角度出发，来探讨人为什么会意志力不够。那么一个常见的模型，或一个常见的诠释的方法，是说你虽然是一个人，可是今天的你跟明天的你，或许带有不同的目标，因此从赛局的角度来看，是两个不同的参与者。有没有可能在一些状况之下，今天的我跟明天的我，对于未来我该做什么，出现了偏好上的冲突，而这个冲突就有可能导致今日的我跟明日的我需要玩一场赛局。以赖床这件事情来说，我可以这样诠释：今天的我希望明天早上的我能够6点起床，但是明天早上的我希望明天早上的我继续睡觉。今天的我跟明天的我对于明天早上该起床还是赖床这件事情有不一致的偏好。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正常会发生什么事情？等到明天早上这个时间到的时候，今天的我已经过去了，所以明天早上的我就可以依照他的习性，明天早上的我的习性就继续睡。那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思考，那今天的我能不能做些什么事情，迫使明天早上的我能够按照今天的我的意志来采取行动，准时起床呢？我之所以会用赖床这件事情来举例，是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很标准，或许大多数的人都会使用，这个就叫做定闹钟。我在睡觉前，我先把闹钟设好，按下去，然后等到明天早上，闹钟铃铃作响。明天早上的我想继续睡，但是被闹钟吵得受不了，不得已只好起床。所以我需要说，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时的课就在讲定闹钟的学问，而定闹钟这件事情用赛局来诠释，就是创造了一个承诺commitment 的机制。那这个机制的背后融合了几个原则，叫做善用先发优势。今天晚上的我在定闹钟的时候，明天早上的我还不存在，所以他没办法来干预我要定闹钟。然后我闹钟定好，我睡下去，创造了继承的事实，而这个继承的事实会影响到明天早上的我继续睡或早起，几种不同的选择之下，明天早上的我会得到多少的报酬，会开心还是不开心。所以我迫使明天的我能够照着今天的我的意志做出行动。好，所以定闹钟是一个承诺机制。那从这里出发，我们试着把早起跟赖床的这个赛局，看能不能用赛局术 game tree 的分析方式，把它图解出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更深刻的看到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里面一些特殊的一些洞见。在我们这个早起的赛局里面，其实有两个参与者。第一个我称它为 night self， 今天晚上的我；第二个我称之为 morning self， 就是明天早上的我。等一下，在我画赛局术的时候，因为我不想写那么多字，所以我就用 night 来代表今晚的我，用 morning 来代表明早的我。
那么在这个赛局里面，今晚的我 night self 跟明早的我 morning self 是依序行动，所以这是一个依序行动赛局。之后我的投影片会再帮大家整理我们目前看过两种类型的赛局，同步行动跟依序行动。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原本在不定闹钟的情况之下，早起的赛局会发生什么事。早上的时间已经到了，我这里写这个 morning 指的是 morning self， 要做决策该不该起床，要不要起床的人是明早的我。那这个明早的我，面对了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赖床，叫 stay in bed。第二个选择叫做起床，那么 get up。 我现在来假设一下，当明早的我赖床跟起床，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对这个赛局的参与者会带来怎样的报酬。今天晚上的我来说，我喜欢明天早上的我是早起的，所以明早的我如果是准时起床，对于今晚的我来说，相当于是得到报酬，假设十个单位的效用。但明早的我如果赖床，我今天如果就知道明早的我会赖床，我会觉得这样很不好。Okay， 这个作息不可取。好，所以对今晚的我来说，这个报酬是零。可是明早的我，他已经在被窝里了，他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我们假设明早的我继续赖床，他可以感受到十个单位的效用，报酬是十。但是如果要他起床，他觉得很痛苦。对明早的我的感受来讲，那个报酬是零。起床的赛局就这么简单，而且其实你会发现它不是赛局，它就是明早的我所需要做的一个个人选择。在这个选择之下，明早的我当然是根据他的偏好，十大于零，所以义无反顾啊，继续睡。那我们来看这个情境有没有办法改变，或者是加入了定闹钟这件事情，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赛局做一些变化，迫使明早的我起床呢？刚才讲到定闹钟这件事情是善用先发优势，我们原本面对到的赛局或者是个人选择就是右上角这一块，但是对今晚的我来说，我能不能多做一些什么来改变这个局面？所以我把这个赛局的时间点，这个是明早，我这边画的是今晚。今晚的我 night self 需要做决策，我的决策有几种。我的第一个决策就是什么都不做，所以叫做 no alarm， 不定闹钟。但是今晚的我还可以做另外一个选择，叫做 set alarm， 定闹钟。我们来看，在我今天定了闹钟以后，明早的我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明早的我仍然有两个选项面对着他。第一个选项仍然是 stay in bed， 继续赖床。第二个选项是 get up， 起床。可是我们来看，在定闹钟的情况之下，明早的我在这两个选择之下，大家会得到多少报酬？明早的我跟今晚的我会得到多少的报酬？我们来看一下。我这里当然做了一些假设。第一个，明天早上继续赖床，今晚的我本来就不喜欢，报酬是零。然后我现在定闹钟，我还多了一个睡前多了一个手续，多了一个动作，有一点繁琐。这个定闹钟也是有点成本的，所以零减掉定闹钟的时间成本，我假设是两个单位的报酬，最后假设得到是负二。我花了时间定闹钟，结果明天的我还是赖床，负二。对于明早的我来说呢，如果明早的我继续赖床，当然原本睡觉是很开心的事情，现在睡觉会旁边铃声大作，吵得睡不好。那么假设加上了铃声，睡也睡不好，觉得很难受，最后整体来讲赖床变成是痛苦的事情，报酬负十五，这是我的假设。好，我今天定了闹钟，如果明早的我决定要准时起床呢，对今晚的我来说，看到明早的我准时起床很开心，得到十，但我一开始设闹钟有成本减掉二，所以对今晚的我来说，我得到的这个净报酬是八个单位的报酬。而对明早的我来说呢，被闹钟吵醒了不太爽，原本明早的我选择起床得到的报酬是零，现在是被闹钟吵醒的，还要动手去关闹钟，所以我得到的报酬假设是零，再减掉那么一点点的不爽，或者是关闹钟的成本，负一。在我这样的故事之下，不同的选择得到了这些报酬，那么我们再来看，在定闹钟的状况之下，明早的我会怎么做？准时起床得负一，赖床被吵翻了睡不好得负十五，那么负一大过负十五，所以明早的我会准时起床。然后我们再反推到今天，对今晚的我来说，我可以预测，我不定闹钟，明天就赖床，所以我今晚的我得到了零。我定闹钟，明天准时起床，今晚的我得到八，那这个八大过上面的零，因此合情合理，今晚的我就用定闹钟的方式来影响明早的我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本来的赛局只是右上角，今晚的行动以及定闹钟之后的可能性，这些赛局是在我做了些什么之后才改变的。所以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面对到不同的策略互动情境的时候，有一个心态，有一个思维模式是很重要的，叫做改变赛局。如果我们接受原本给定的赛局，然后想说该怎么选，你跳不出那个死胡同。但是你站得远一点来看，你能不能从本质上让这个赛局变成另外一种形态。我们今天会看到很多的例子，有的时候重点不是在思考如何玩好别人给我的赛局，而去思考怎么样去改变这个赛局，让这个赛局变得不同，以至于我可以玩得好。
在这个情境里面，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件事情：今晚的我先存在，明晚的我到明天才会跑出来。那么在这个新的定闹钟赛局里面，今晚的我它存在了先行者优势。在这个新的赛局里面，今晚呢，我先可以先采取行动，然后才轮到明早的我。有些赛局当中，先行动的、先做决策的人，从这个赛局的本质出发，他就有机会能够制胜。在这样的赛局里面，我们称之为这样的赛局，我们称之为这个参与者具有first mover advantage 先行者优势。大家回忆一下我们的作业一，在日历上赛跑。你跟冯老师啊，我们在这个日历上面、月历上面选日期，在那个赛局里面，谁有机会成为第一个选日期的人，他就获胜。只要他找到对的方式去玩。所以像这一类型的游戏，我常常说两个聪明人下棋，然后他们就猜拳，猜完拳就结束了，因为谁赢谁输，赢的先走，输的后走。然后有些游戏本身存在 first mover advantage， 那我猜拳猜赢我就必胜。当然不是所有的赛局都存在先行者优势，有些情况存在这个 second mover advantage， 是后行者才有优势，所以这不是仿诸四海皆准的，每一个赛局要看它的特性。第三个，我们看到在这样的赛局里面，其实先行者要怎么发挥优势，谁先行谁后行，很多时候是内生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想，如果闹钟这个东西没有发明出来，你没有想到说今天晚上 I can do something， 那么这个赛局就会是从明天早上才开始。那这个今晚的我就不再是这个先行者。好，那一会请你帮我关灯，等一下我们都会用到投影片。这是我们今天第一堂课比较严肃的分析，之后我们来看这个概念能不能应用到一些不同的例子里面。所以我定闹钟，创造既成事实去影响明天的我，这个就是承诺。那么这个承诺这件事情，我们如果要细究，可以从两个面向来看。第一个面向叫做 what，也就是设计承诺机制可以用赛局来分析，有它科学的部分。我刚才在黑板上做的这些分析，讲的改变赛局的这些观念，都是属于 what science 的部分。但是承诺的第二，要把承诺机制执行出来的第二个面向，我们需要的是 how。 比方说要让明天早上的我早起，我是要定闹钟这件事情。How， 关于我要如何落实让我的先发优势、继承事实这些想法能够实践，它就牵涉到实务、实作，所以它需要一些创造力，需要经验，它是艺术的成分。所以赛局的观念要在生活中应用，光是没有好的逻辑不行，可是光有好的逻辑，你如果少了那个去发展 how， 去实际解决问题的那个艺术面的、创意面的部分，你还是没有办法找到方法。好，大家来给大家看几个有趣的例子。这个例子是写在《The Art of Strategy》《思辨赛局》这本书里面，它的其中一位作者，我跟大家讲了，是耶鲁大学的 Barry Nelbuff。他十多年前一样是帮美国的 ABC 电视台设计减肥的竞赛节目。那我以前在美国生活的时候，看到美国人的饮食习惯真的胖子非常多，所以搭长途的公车，如果
如果有时候坐在胖子旁边，真的是有点苦。不过我现在自己也变成胖子。美国人那喜欢看其他的胖子在电视上面减肥、运动，很痛苦的运动，然后看了美食又不能吃，喜欢看别人受苦。那 Barry Neubuff 就去设计了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名称叫做 Lose the Weight or Wear the Beginning on TV。减肥，否则我逼你在电视上面穿这个比基尼。这个竞赛节目的游戏规则，他们找了5个胖子参赛者，4位女性，1位男性，然后大多数这是30几岁，然后每一个人都是200磅左右，折回公斤的话就是90几公斤到破百。他们的任务就是在60天以内必须要减重15磅。竞赛的规则是 day one， 60天里面的第一天，5个胖子去到摄影棚报道，然后制作人给他们每个人换上一件2节式的泳装，而且这个泳装的尺寸是不是那么胖的，所以大家就穿着这个略微窄小的这个比基尼，然后在摄影棚里面拍照，然后这个底片就由制作单位扣着。那这5个胖子就要签约啊，我们参加这个游戏，然后这个底片是留在制作公司这里。60天后，如果我没有减重成功，那电视台会在电视上面以及网站上面播放啊，这些胖子很囧，穿着略小的这个泳装的这些照片，啊，全美国人都可以看得到。那如果他们减肥成功啊，这些底片就销毁，就游戏规则。然后我们就从 day two、day three 一路看到这些胖子每天如何努力，啊，希望能够达到目标。你可以看到这个游戏规则，这个竞赛节目的游戏规则，同样的运用到了承诺机制，创造先发优势。5个胖子，我 day one 进摄影棚的时候，我是真心希望我能够减肥成功，比较健康。所以今天的我是希望接下来未来59天的我努力朝这个目标前进，所以我愿意报名这个节目，我愿意跟制作公司签这个合约。然后合约签完了以后，虽然是一个同意书啦，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份合约，那你就必须要照着这个合约来执行。那么对于 day two、 day three， 对于接下来59天的这些未来的这5个胖子来说，他们面对到什么情况？我可以吃甜食，我可以偷懒，但是这样逞一时之快，但我面对到的代价是之后我的很囧的照片会曝光，全国可以看到，然后我觉得很羞耻，然后这个羞耻感如果够强，就足够把我一时吃甜食、一时偷懒的这些愉悦都抵消了。或者我就干脆我现在就努力减肥吧，那么可以避免这种让人觉得很可耻的、很囧的情况发生。所以你看到签这个合约，先拍很丑的这个泳装照，然后扣留在制作公司那边，就类比于我们原本定闹钟的这个步骤。然后它可以改变了，从第二天开始到第60天，未来的我。可以，当我面对要努力减肥还是偷懒的时候，我的诱因改变了。所以最后结果怎么样？最后结果5个人都减肥成功，恭喜他们。那你可能会问说，4位女士大概觉得很胖的照片流出去不喜欢，那你想说一个中年大叔又很胖，他会怕他的泳装照公开给别人看吗？还是说美国观众其实更怕？我不喜欢看到的。所以 Barry Neubuff 在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这个胖男士第一天进摄影棚拍照的是他的未婚妻，不是他自己。所以 Barry Neubuff 他设计节目，其实他兼顾了趣味、人性跟赛局。
然后当然啊，他这个未婚妻想说你给我好好减肥哦，不然的话，那这个胖男士他当然，他不止达标，他超标了。在这个节目之后，一群耶鲁大学的法律系、管理学院、经济系的学者和学生，他们开始思考，这概念真的只能够做节目来娱乐大家吗？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概念落实，变成一个创业计划，变成一家新创公司？所以他们就开了一家网络商店，这家网络商店他们称之为 Commitment Store。这家店什么东西不卖，卖一个抽象的东西叫做承诺。然后这家店的店名叫做 Stick， S-T-I-C-K， Stick 太多人用，他们用两个 K， Stick.com。 他们原本的第二个 K 是想要谐音抓 contract 这个字，他们觉得我们这家店卖承诺，那么相当于是卖今天的你跟未来的你之间所签订的一个契约。规则如何呢？荧幕上面看到的是比较早期这家公司他们连过去之后啊，连到 stick.com 两个 K 连过去之后的首页。现在他们的首页啊有改版，美术不一样了，但是核心的概念相同。我跟大家讲一下怎么运作。这个网站是希望帮助所有意志力不够的人，除了减肥，除了规律运动，可能还包括有些人他想要戒烟，或者他自己有一些习惯他想要改，或者有些人他希望说啊，我每次做事我有拖延症，我自己也有，我常常是别人跟我邀稿截稿了之后才开始写。那有时候我跟其他人合作，我的合作者也是deadline 之后才开始工作，有些人会这样，但我能不能够找到方法让我改变这个习惯，提早做，及时完成？所以这个网站你连过去以后，首页他会问你第一个问题 ，I commit to， 我承诺要怎么样怎么样，后面就有一个下拉式选单 ，select your goal， 设定你的目标。它有一些常见的目标啦，减肥、戒烟、运动之类的。那你也可以自己输入客制化的、很复杂的这个目标。好 ，I commit to， 你设定好你的目标之后，点下那个 Go， 就进到第二页。他问你，你要花多少钱买这个目标？你要花多少钱来买承诺，去实践这个目标？我举例，假设我的目标就是未来六个月每个礼拜上健身房三次，每次半小时，很具体。然后进到第二页以后，你要花多少钱买承诺？好，我可以写新台币10000块，然后它就会出现要我输入我的信用卡号码、个人资料，就填。填了以后，这就刷卡，这钱就先扣在他那边。然后他们的概念很简单。等到我设定的这个期限啊，六个月结束了，他要来看 ，OK， 你究竟有没有实践你的目标？如果你达到了目标，这笔钱就原封不动退还给你；如果你没有达到目标，这笔钱就被这家公司叫做 Stick.com 就扣留住。我看过他们最早版本的创业计划，真的是没有达到目标，钱就变他们的。然后就想说，那这家公司是不是很好赚？他们真正网站上线的时候所运用的规则是，你没有达到目标，他们就会帮你把钱拿捐出去啊，做慈善。但是他们捐出去之前会先扣一个趴数的这个行政管理费。那笔钱就是这家公司经营这个承诺商店的收入
也会是他们营收跟利润的来源。我很久以前看的资料是他们扣30%啊，所以对于没有达标的人，70%的钱捐出去，30%变他们的收入。那这家公司是有在成长的，十几年了，现在还在。他们在捐慈善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想到他们背后其实是一群学者，然后不管是在法律领域还是在经济学领域，他们都涉及了行为经济，所以他们常常会设计很多不同的规则。对他们来讲，一边做生意，一边做实验，一边出 paper。他们曾经设计过捐慈善的时候，你可以去勾选，你要捐给跟你立场相近的这些非营利组织，还是把钱捐给那些跟你立场相反，然后你看了非常讨厌的那些非营利组织。那根据他们的这个实验结果，有一些人一开始勾了，我如果没有实现我的目标，钱就捐给我的敌对阵营的政党，或者是我敌对阵营跟我意识形态不同的那一些团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些人他们的动力很强，最后达到目标的几率会再提升。他们也曾经遇过有人他就因此没有达到目标，然后他的钱需要去捐给他讨厌的团体。那么后来那个人他就写了一封信给 Stick 的这家公司，说我还是照着我这个你们的游戏规则走，然后我讨厌的这个团体从我这里得到了一大笔钱，但是我心里面不太开心，所以我后来又再捐了，私下捐了2倍的钱给我自己喜欢的这个公益团体。好，讲到这里，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你有没有听到什么漏洞呢？以电视节目减肥竞赛来说的话，这个制作单位就是去执行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契约的这个单位，然后制作单位也负责来验证这5个胖子在60天之后是不是真的减肥前成功，所以他们每天要称重了。可是当这个网站在美国上线，全美国包括阿拉斯加包括夏威夷的人都可以连上去，输入目标，刷信用卡。可是一段时间之后，这些人他有没有达到目标，这家公司要怎么知道？那如果这家公司无法验证谁达到目标谁不达到目标，他又要怎么样来实践他们这个创业的构想？哪些人的钱该退还给他，哪些人的钱该帮他拿去捐慈善？所以现在请你们想一想，如果这个 idea 这个创业的 idea 是由你来发展，这里缺的一块要怎么解决？达不达标要有办法验证，我们才能够执行，说达标的人退钱，不达标的人我就把你钱扣留。对，如果这个对于来承诺商店买承诺的人，他原本就不喜欢跑步了，他现在跑步还要拍照做记录，会不会变成是一个负面的诱因？就是你为了验证这件事情要多做很多事情，那要多做一些繁琐的事，那可能大家都不做了。我其实举个例子，我以前有几年时间在香港城市大学教书，那香港城市大学就会参加一些国际上面对商学院的认证，然后有一些认证机构真的很繁琐，他们香港城市大学会参与的其中一个认证是包括说学期中每一份作业老师需要写详解，这个 OK， 作业一的详解我们会公布，写了详解以后你还要写配分，然后还要写一个说明说错哪个东西是扣几分这个东西，然后如果被认证机构到学期末他会做这个作业抽查，他查到哪个班了，你就要把那个学生的作业就交过去，然后他们要来看，他们再发给另外一个学校来看，说你是不是照作业上面，你是不是照详解上面讲的配分来改，
这东西利益很好啊。那我以前最早以前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我就是每个礼拜有作业。后来我去香港以后，面对这个制度，我整学期都不要作业就好了，然后成绩就是一个期末考。因为当你的这个认证的机制变得非常繁琐的时候，我就宁可不做嘛。然后反正损失的是学生少了练习，然后我也更轻松。不然的话，我每天在那边写讲解啊，说明说这里什么东西扣一分，那里什么东西扣0.5分。有些时候这个执行的过程如果太繁琐，反而会造成大家就干脆不要做。好，直接因为下课钟声响了，直接跟大家讲，当年他们所推出的方案的确就是用见证人。所以第一页设定目标，第二页填下你要花多少钱刷信用卡，然后第三页就是请当事人自己找见证人，然后填上他们的名字 email。 当然这个见证人也需要勾选同意。那多数的人，大家的见证人当然从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来挑选，或有的时候选同事。你可以这样子想，如果我想要戒烟，可能我的家人跟亲友是支持我的，那么他们会愿意当我的见证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系统 stick.com 也会发信给见证人，哎，你去鼓励一下你的朋友。你的目标不完全是监督他或者是帮他验证，你也是鼓励他能够在这条路上面走下去。大家要做这种需要意志力的事情，总是要有点辛苦，需要一些朋友亲友的支持。好，剩下一个问题就是串通。如果最后我设了目标，我没有达到，我就失败了。照理说，我这个10000块刷了信用卡，就是给这家公司让他们捐出去了。那我再回去找见证人，说：“哎，不好意思，我原本承诺的事情我没有做到，所以原本找你当我的见证人，但是现在拜托你帮个忙，我们一起来骗，然后把这个钱拿回来。”当年设计这个制度的一群经济学家，他们想到人跟人的相处，除了金钱，其实很多时候还有面子。他们觉得面子问题在一个同侪之间，在亲友之间，很多时候会发生很重大的影响。这个面子问题可能会可以创造一个力量，就是虽然我想说谎报我达到目标，可是我做这件事情，我本来找了见证人来帮我一起减肥，帮我一起戒烟，陪我的，结果后来还要再找他们帮我一起来骗，他们就知道说我不但意志力不够，人品也不太好。所以他们从实际上他们这个网站推出去实施，然后他们也做问卷，他们也做焦点团体，他们发现其实见证人虽然是找亲友当见证人，但是实务上多数状况是可行的。真正或是大家拉了见证人一起来欺骗的状况，根据他们的调查其实是很少。反过来说，你可以这样子想，如果有人他自己意志力不够，上网络买了承诺达不到之后，他还要找人帮骗，这样的人谁都帮不了他，这个网站帮不了这样的人，就当作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来过这边，那对这家公司也不会有什么损失。而这家公司的这套制度是要帮助那些在亲友朋友的支持跟见证之下，愿意一起来做点事情来改变，让自己更健康活得更好的这些人。那从这里出发的话可以达到，所以实务上面并不太会出现见证人事后当事人失败了以后找见证人一起来谎报结果，只为了把钱拿回来，不常见。好，这是当年的这个做法。上一节课我们谈到承诺 commitment， 也跟大家聊了这个很有趣的一个创业计划，叫做 commitment store。接下来我再讲一个例子，是关于承诺的。这是关于美国的年金改革，退休储蓄存不够怎么办？大家可以思考，一个人工作到65岁退休，该为退休后的生活存多少钱？
这问题可能对于你们很多人来讲还很遥远，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直接给答案。有些当我出去演讲问大家这个问题啊，有人回答从几百万到几千万啊，这个数字都有，看每个人对自己退休生活的期待。但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可以参考的一个数字是，如果你退休后希望能够维持退休前在工作期间相近的生活品质，在没有额外的退休金这些体系支持的情况之下，你在工作的时候至少要15%的收入为退休后做储蓄。那以美国来说的话，很多美国人他们是不存钱的，或者是他信用卡就是一直刷到维持在这个 credit limit 前后，然后每个月信用卡公司要求你至少要还多少，他们就还那个金额。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像今年出现新冠肺炎的疫情，封城停工，那些没有储蓄的人，他们生活立刻就陷入困难，或者是有些人退休之后储蓄不够陷入困难。那美国的年金制度，其实不止美国，各国的年金制度都经历过一个演变的过程。早期美国的这些退休金制度开始被讨论，开始逐渐建立，其实在这个经济大萧条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结束之后，大家忽然发现未雨绸缪存足够的钱是很重要的。那早期这样的退休金制度往往是采用所谓叫做确定给付的方式，也就是说这个退休金不管是由政府承诺提供，还是由你原本工作的这个公司提供，他就承诺你在这里工作多久，满足了退休的这个达到退休的条件之后啊，从几岁起每一年或每个月你固定可以支领多少金额的退休金，也就是退休之后定期可以领到的退休金的金额是事先讲好约定好是死的，这个叫确定给付。但这个制度在20世纪中期开始运作 OK， 因为人口在成长，然后技术生产力在提高。可是慢慢的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在战后婴儿潮那一辈的人他们退休之后，我们变成是老年人口需要领退休金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然后中壮年在工作，然后他们缴这个退休金的这个基金或者是缴税，然后让企业让政府有裁员去发退休金给退休者，在工作主力的人开始变少，然后再加上少子化，如果再遇上一些经济发展的停滞，那原本这种确定给付的年金制度就往往会面临到破产，没有办法无以为继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因此其实蛮早期开始美国他们就在做讨论，我们需要改革，我们的他们美国的改革是转往另外一个方向，叫做确定提拨制，也就是你年轻力壮，你还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先不管政府的年金，假设在美国这个年金退休金就是由公司提供，或是你在美国的大学任教就是由学校提供，在你还在工作的时候，你个人决定你每个月的薪水要有多少比例要为退休金来做储蓄，所以他们成立了这个退休基金，会有个人的退休金的这个账户，然后这个账户会由专门的这个基金的经理人来管理，但是你个人还在工作的时候，你可以决定我要存，我要定期我的薪水要扣多少%是存入这个退休金的这个账户，然后这笔钱由专人管理，
看他的这个投资报酬率的整体的状况，这个账户的钱是你的，但是等到你退休了之后才可以支领。那么你退休之后你可以支领多少，并不是事先讲好的金额，而需要看你的存钱的状况，以及这笔钱整体的这个经营管理、投资的绩效等等。所以在你工作中，你要提拨多少的薪资存进去，是约定好的，是固定的。但是等你退休以后，你每个月可以拿到多少钱，是需要看这个基金它的绩效。那用这样子的方式，你可以想象说，这样的退休金制度比较可以永续。所以从确定给付，经过了改革，变成是确定提拨这样的制度。但是这样确定提拨制，也就是个人的退休金账户这样的概念提出来之后，面对到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美国人他不参加。很多的美国人不参加，然后大家不太储蓄，那么就没有办法做到说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每个，我的薪水啊，15%为退休之后做储蓄。那么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ichard Thaler， 他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他一生的研究都投注在如何把心理学的一些重要的观念跟发现能够应用在经济学里面，去分析去理解真实的人有的时候不够理性的，会有一些系统性的认知上的判断上的偏差的，这些真实的人他们是如何做决策，如何做选择。他就曾经对于要如何鼓励或者是如何引导更多的美国人愿意参加年金的计划，参加这个确定提拨的年金计划，然后每个月固定提拨足够帕数的薪资为退休储蓄。理查塞勒 Richard Thaler 试着提出一些解方。那么我直接快转讲他的建议。大家对于详细的细节有兴趣的可以去看Richard Thaler几年前出的一本书，叫做 Misbehaving， 中文叫不当行为。整本书是他个人的自传，同时也是行为经济学这个领域一个非常完整透彻也足够深入的一个 survey 跟介绍。在这本书的最后几章有提到他在过去10多年来对于公共事务的一些投入，如何把行为经济学观念拿过来用，有一整章在讲他如何应用行为的观念在鼓励大家为退休做储蓄。那 Richard Thaler 对于年金制度的改革，他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叫做他利用了人性本懒的特质。他发现很多公司都提出了退休金的方案，然后员工报到的第一天，你要去人资部门填很多的个人资料，然后人资部门会给你一份厚厚的一叠文书，说这是我们的退休金福利，然后你每个月的薪水你要扣多少%，存下来进入这个退休基金，然后你存多少%，我们公司作为提供福利的一方会加码 ，OK， 也。你存一块钱，我们公司也帮你加码啊，存一些钱，用这样的方式。然后问题还没有完，你这个基金你要是参加哪一个基金的方案，然后是给谁管理，要投资到什么地方？对很多人来说，或对我当年以前我在国外工作的时候，我也需要填这些资料，我就一个头两个大，我想说我先让我报到。先让我进到我的新的办公室，然后开始见见同事，开始做事。这些年金每个月要存多少，然后要选什么基金的问题，我晚一点再填，我回去再说，让我想一想好不好？好，人资部门说可以，然后我就带回去。带回去之后就没有然后，因为工作一直很忙就忘了。塞勒的观察是说，如果我们公司提供这样的退休金的制度，
或者是搭配公司会加码也帮你存一些退休金的福利，很多人不参加，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参加，而是对于参加的过程中要做很多选择，大家觉得头很大，觉得要看资料，然后就比如我们预设大家不参加，需要你经过了思考以后，你要勾选、填数字、写方案，很多人就忘了，或者因为懒就没有打勾。他说：“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改变？是我们在表单的设计上面是预设员工会参加这个退休金的这个储蓄，然后人资部门跟你说明清楚，我们这个方案，我们预设你会参加哦。如果你了解了这些以后，你觉得不要，你可以勾我退出。”好，塞勒说，原本是假设大家不参加，要参加的人才打勾，还要做一堆选择，填一堆资料。现在我们预设你参加，不要的勾退出。好，前面说了预设参加，还要那还包括很多的参数啊，你每个月存多少钱啊什么的。既然公司要预设员工会参加退休金储蓄，其实理论上不应该预设你要存很多钱，否则对员工来讲会有很大的剥夺感。你公司凭什么要帮我预设说我薪水每个月要存20%，然后就不发给我了，然后去到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那个钱我也摸不到。所以塞勒建议公司改变表单设计，采用预设参加，可是这个预设的这个储蓄金额不能太高，很多公司就设一个3%，3%就是预设你参加，你好歹你已经进了这个退休储蓄的方案，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说你很有很大一笔的收入是被公司扣着没有发给你。预设加入这件事情推动下去，当然很多很多单位他们参加这个年金制度的员工人数，这个百分比立刻就大幅的上升。这个做法Richard Thaler 跟他长期一起研究行为的另外一个法律学者叫做 Cass Sunstein， 他们称这样的做法叫做 nudge， 叫做善用人性顺水推舟。如果很多人是懒的，要我勾我参加，我懒得勾，我懒得想，那我就帮你预设你会参加，然后你要退出的再勾我退出，那很多人就懒得勾，最后他就继续使用这个预设的参加，这叫善用人性顺水推舟。这种概念啊 Thaler 跟 Sunstein 称之为 nudge。 nudge 这个词其实可以用这张图来诠释，象妈妈要带着小象走，然后要引导小象该往前了，该转弯了。那象妈妈能做的呢，就是用她的鼻子轻轻的去推小象的屁股。你可以想说，以这个小象的体型，这个推其实并不是真的推着它走，而是这样子轻轻一碰，小象出于本能，它就知道我该往前，它就知道我该转弯。那 Thaler 跟 Sunstein 说，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制度的设计，如果我们想要引导公司里的人，如果我们想要引导一个社会里面的公民，大家能够去做一些对他们自己、对他们的未来或对整个群体有益的事情，与其我们定好了非常详细的规范，迫使大家参加，不如找到一些善用人性的方法，让大家自发的、不知不觉的就投入其中。所以改变预设就是在这里的一种方法，称为 nudge。 nudge 的一个应用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男生厕所，有些人他去上厕所就是尿不准。那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学生还要负责打扫厕所，就会觉得为什么有的人就是尿不准。那有次去德国的机场，小便斗里面就放一个足球的球门，大家男生就知道说，好，出于本能我就要去射那颗球，厕所就可以保持干净。好，塞勒 Richard Thaler 尝试解决参加退休储蓄计划
的人不多的问题改变了表单的预设。现在参加退休储蓄计划的人变多了，可是呢，大家存的趴数是不够的。刚才讲到预设值是预设大家薪水会存3%，前面说到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大概要存15%才比较可以确保退休之后维持退休前的这个生活水准。那如果大家都参加退休储蓄计划只存3%，然后趴数又不肯增加，怎么办？这时候塞勒推出了他的第二个建议，他建议 要施行这个退休金计划的这些公司、拿出一个方案叫做 Save More Tomorrow， 明天存更多。很多人他不愿意存钱，除了是懒得勾选表单以外，以美国那样的文化，很多人还是习惯说钱在身边我就先花掉，我因为今天的需要，或是因为度假，或是因为我的嗜好，就先花掉。然后要存钱吗？下个月再开始存，明年再开始存。有一些不存钱的人，他是这样想的，他永远说我今天多花一点，我从下一个周期再开始存。这时候这个状况是不是跟我们讲到的赖床很像？今天的我希望明年的我能够收入存15%，但是明年的我希望明年的我不要存钱，从后年再开始存15%。那 Richard Thaler 说：“好，没关系，那你去人资部门勾选，你要参加退休金计划的时候，你要不要承诺你未来要存更多？你今天存3%没关系，你要不要承诺你未来会把你的储蓄，退休金的储蓄提高到6%，提高到10%，提高到15%。然后你觉得你没有那么多钱来储蓄，没有关系，你要不要承诺等你未来在这家公司你的薪水升了，或你在这家公司升迁加薪了之后，你要不要承诺在你升迁加薪之后你愿意存更高趴数的薪水为退休做准备？绝大多数的人都愿意，所以在他们参加退休金计划时，啊，我今天不想存多，但是大家都勾了参加 Save More Tomorrow 的方案，大家都承诺了未来当我调薪了之后，我的储蓄的这个趴数也跟着增加，所以我薪水增加，然后我储蓄的趴数也增加，所以我储蓄的金额，为退休而储蓄的金额就增加更多。这个就是一个承诺，这个签下去 Save More Tomorrow， 名义上面叫做一个退休方案，叫公司福利，它其实也是一份合约，创造先发优势。我希望未来的我好好存钱，勾了 Save More Tomorrow， 创造既成事实，让未来的我照着今天的我的想法采取行动，而这个行动对长期的我来说是有意义的，是有利的。这个是 Richard Thaler 他如何把意志力不够、承诺、定闹钟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拿去应用到帮助更多人参加退休金计划，而且存得更多。好，这边讲完了，意志力不够讲完了，我们看今天的第一个主题是承诺。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案子，截然不同的案例，也是跟承诺有关。今天要跟他讲的第二个这个话题，我称之为破釜沉舟。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成语，破釜沉舟是什么意思？下定决心做一件事情，而且是非常强的决心。破釜沉舟的这个成语，这句成语它的典故是来自史记的项羽本纪，所以今天就帮他，然后项羽本纪里面有记录到一场战役，叫做巨鹿之战。那时候的背景是什么呢？项羽他在楚国，然后他的叔父项梁被秦国人杀了，所以那时候项羽带着为叔父报仇的心，然后楚国就有一支部队往北挺进，往秦国移动，要准备去攻打秦国。那时候一开始项羽他不是这个楚军的这个
主帅，当时的主帅叫做宋义，他因为怕战，所以军队移动了 一段距离之后，他 就停了，就叫大家不要 前进。项羽后来就把这个主帅给杀了，自己当这个楚军的主帅，然后往秦国前进，准备这个攻击秦国的王离跟章邯这两个地方。在那之前，他们需要先渡过一条河，叫做漳水。接下来就是《史记》的这个段落：项羽乃西引兵渡河，带着楚军过漳水。过河之后，接沉船，破釜阵。过河之后，他们就把他们过河所搭的船啊，全部都砸破，然后把埋锅造饭、吃饭用的这些工具、锅碗瓢盆全部都毁掉。然后再做什么事？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接着呢，他们就把这个岸边的房子全部都烧掉，只带三天份的粮食，就往秦国杀过去。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这个项羽这方获胜，所以我们才会有破釜沉舟这句成语。但是现在在读史记，我就要问大家，在项羽的所做的这些事，接沉船、破釜阵、烧庐舍、持三日粮，这里面你觉得有没有哪一个行动是特别特别的关键？多数人都跟我说破釜沉舟，因为这后来是变成成语，然后我们从小读这个成语就破釜沉舟、破釜沉舟。但是当我开始读赛局理论的时候，我其实小时候读这个项羽的故事觉得很激动啊，觉得故事很精彩。然后后来读赛局理论，就发现哇，怎么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书里面都会有一场战役出现了类似破釜沉舟这样子的情节。希腊有，土耳其有，然后这个欧洲的国家啊，在大航海时期去到拉丁美洲也有。然后在我读不同的国家，这个大家要过河或者渡海，然后之后把之前的自己的船毁掉的这个文献，当我读英文文献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关键字不停的出现。中文这边是沉船、破釜阵。英文的文献讲到其他国家的破釜沉舟案例，都是 to burn the boat， 都是把船烧掉。那我想说，项羽他没有烧船，但是项羽做了一件事情叫烧庐舍。所以如果我统整世界各地这些成功的破釜沉舟的案例，共同都出现了一个元素，叫做烧，叫做 burning。 那我们就开始思考，烧这个动作它有什么意义？我要把庐舍毁掉，我也可以是用敲的，我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那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当排长，我们那时候要拆军营是用榔头敲啊。好，烧这个动作会出现什么事情？烧这个动作会出现浓烟。我自己住新北，我住山上，然后每次计程车司机都会问说：“啊，你住山上空气好好哦。”我说：“去你的！”因为常常就是远方山头有人烧垃圾，然后那个烟就传过来，他们只烧一小块面积的一点点东西，然后我住在那边就要闻那个味道，然后还没有办法打电话去跟政府检举，因为在山上你只看到远方有烟，然后就很臭，你说不清楚是哪一个地址，哪里有人在烧东西。所以如果是烧房子的话，必须会有烟，有烟会出现什么事？敌对阵营他如果派探子，他看到啊远方有人来了。远方有人来了，然后还有浓烟，你烧庐舍等于是会提供资讯给你的对手，让他们看到你来了，也让他们看到你烧了庐舍，做了这些破釜沉舟的行为。所以项羽他不只是断掉自己的后路，他还透过烧这个动作，有意或无意的可以让秦国的军队看到项羽断掉后路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思考这件事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两军对战，其实除了实力，除了人数跟这个武力之外，有的时候军心士气也是很大的影响。我是豁出去跟你打，还是我在那边怕，然后想说我到底打不打得赢，我要不要随时准备好要逃。如果项羽断掉他自己的后路，那么他的士兵就只能往前冲。如果项羽的部队因为没有后路而往前冲，但是秦国的部队也是士气高昂，也是往前冲，双方有可能同归于尽。谁赢谁输，在两边都豁出去对干的情况之下，谁赢谁输还不一定。那你对断掉后路，反而是让你最后连一个想要回转逃命的空间都没有。可是如果我项羽有断掉我的后路，然后我来让对手知道我没有后路了，我只有往前冲，只有往前杀这一条路，我让对手知道我没有后路这件事情是否有机会可以改变动摇对手的心智，让对手比较怕我，然后因此提高我自己的胜算。所以从我来解读巨鹿之战那段历史，我觉得破釜沉舟，切断自己的后路，缩减选项，是一个不错的做法。但是如果只停在这里是不够的，需要透过某种方式把这个讯息传递出去，让别人知道我只有往前杀，我没有往后退这条路。那么这时候或许这个资讯可以改变对手面对我的时候的态度跟想法。为了把这个概念诠释清楚，我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情境，一个小小的赛局模型。有一个典型的赛局叫做胆小鬼赛局，那英文就是 Chicken Game。有些书分为懦夫赛局，那我比较喜欢通俗一点的词汇，胆小鬼赛局。两个小混混要比胆，所以他们就挑了一条笔直的道路，然后在上面开车。他们是面对面开车，加速往前冲，不惜对撞。然后他们事先讲好了，旁边还有其他的混混在围观，谁怕死，谁先转弯，车子掉头，谁就是胆小鬼，被大家笑。如果对方闪，你不闪，你就成为英雄，就成为这些混混里面的混混头子。那么如果两个人都不闪，在笔直的道路上面他们开车对撞，可能两个人都会丧命。那么让我假设一下，他们的偏好是大家都最喜欢当英雄，英雄当不成，其次呢你就平手，平手不成，大家不喜欢当胆小鬼，但是最糟的情况就是连命都没了。所以对于这两个参加比胆的这个比赛的混混来说，他们的偏好就是想当英雄胜过平手，胜过当胆小鬼，胜过丧命。从这里出发，让我先做一个假设，对这两个小混混来讲，他们参加这个胆小鬼赛局，如果最后结果他是当英雄，他得四分，平手他得三分，胆小鬼得两分，丧命得一分。让我先给出这个四三二一的分数，作为这些混混他们参加这个比赛最后的报酬。我这个报酬的四三二一，只是要用数字的大小关系来呈现出他们偏好高低而已。OK， 只是这样。你也可以四十、三十、二十，十。你也可以是这个二十五、负三、负两百，都可以。重点是你给他们的这个报酬要符合他们对每一个人对自己四种可能结局的排序。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能不能把这个胆小鬼赛局整理成我们前几个礼拜所看过的赛局表？两个混混，甲跟乙，在马路上面开车对开，每个人同时面对了两个选择，
一个是闪，就是转弯，我怕死；另外一个就是冲，直直往前。两个人都闪，也没有两个人都当胆小鬼了，就平手，每个人得三分。如果甲用冲的，乙闪了，甲当英雄 ，OK， 最后得四；乙当胆小鬼，最后得二。反过来，右上角如果甲闪，乙冲，甲得二，乙得四。如果甲跟乙两个都冲，最后对撞都挂掉了，但是他们最不喜欢的局面啊，每个人都得一。这里的四三二一的数值大小，数值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数字之间的大小关系才有意义，因为它刻画了这两个人对四种，每一个人对他自己所面对的四种可能结局，从最喜欢到最不喜欢的排序。假设你是甲，我是乙。如果你知道我很怕死，所以你预期到我一定会闪，这时候你会怎么做？如果甲预期乙一定会闪，对甲来说当然就冲啊！我有这个资讯，我要往前冲，没有风险，轻松当英雄。所以我预期对手会闪，我就冲。反过来呢，如果我预期对手他一定会冲，我该怎么做？如果甲仍预期乙一定会冲，甲如果闪还可以保命当胆小鬼二，甲如果继续冲他连命都没有了得一。所以我如果预期对手会往我这里冲，我就闪；我预期对手会闪，我就冲。所以给大家看，我预期对手做不同的事情，我的最佳回应，我的应应之道会不一样。可是这个很矛盾了，那我要怎么形成我对于对手的预期？有时候可以从个性判断，但如果是一个陌生人，或者是我们更积极的来问，我们有没有办法 change the game， 改变赛局？但很多同学说这个赛局我根本不要参加，神经病还去玩。但是如果你被迫参加了，你有没有办法改变赛局？你如果就跳在这个赛局表里面，你就面对说到底我要冲还是要闪，要闪还是要冲，你很彷徨，然后你还是面对到很大的生命风险，能够做什么事情来改变它？我们有没有办法来迫使我的对手一定会闪？如果我有办法让对手知道我一定会冲，如果对手也是一个理性的人，对手也是面对到同样的偏好，当英雄胜过平手，胜过胆小鬼，胜过死掉，我有没有什么方法设法说服对手我一定会冲，所以你最好给我闪，你还可以活着？怎么说服？我可以用讲的，我可以在上车之前跟他说我等一下一定会冲，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人家不一定会信。那么什么方法影响对手的行动呢？项羽烧卢舍，让对手看到他没有透露这件事情，能不能采用？我们能不能影响对方的认知？比方说，开车出发了之后，我就把我的方向盘拆掉，不给自己闪的机会，这个叫做破釜沉舟。但是如果我只拆方向盘，然后对手不知道我在那边冲，然后对手也想要冲，然后我就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这样做只是找死。我需要拆方向盘，然后还要伸出去让对方知道说我没有办法转弯了，我已经没有办法想开了。如果我能够做一些事情让对方确认我一定会往前冲，而且我改变不了，这时候换他来思考，他面对到一个疯子，只会冲，那么他会闪。回到我们前面这个图表，任何人只要看到预期对方会冲，以乙来说，看到甲会冲，他闪得两分，他冲得一分。任何人只要预期对方会冲，他会闪。
所以这个拆方向盘破釜沉舟，但是把拆方向盘这件事情证明给对手看，是烧炉舍，是烧船的那个烧冒浓烟的这个动作，让对手看见。这种做法就呼应了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最会顾客条款的时候介绍的概念，叫做策略不弹性。我断掉我的后路，我是删减我的选项。在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一般人认为选项越多越好，我没有必要删选项，因为我删掉的选项如果是原本我不喜欢的，我删了也没用，我本来就不会选。我删选项如果是删掉我原本喜欢的选项，那我干嘛没事要让自己的选择变少呢？所以删选项这件事情一定它需要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是我要让别人知道我的选项减少，然后他因为知道这件事情，他做出了一些改变，然后让我有机会获胜。但是光是删选项这件事情就是一种策略不弹性的应用。好，所以回到破釜沉舟烧炉舍，我们结合了承诺的观念，也结合了策略不弹性，项羽善用先发优势 OK， 先断后路，创造既成事实，删减选项，但是还要让对手知道才能够影响他的行动。所以我们无论如何烧东西是一个很简单直观的方法。那么从这里出发，我们也可以思考，其实过去十年，从美国到台湾，很多的企业面对到一个问题，它必须要从原本比较偏向实体的运作模式，转变变成是数位，很多东西从实体变到网络上。那企业转型常常会面对到一个课题，就是说我到底该转不转？然后我有原本的本业，我原本的商业模式，原本的收入来源，然后我从实体的移到数位的，我原本的收入没有了，但是我的新事业会不会成功还在未定之数。从这里出发， Netflix 它其实原本是一个 DVD 订阅出租的一家公司，然后它在2000年的中期，然后因应它创办人看到越来越多人是上网看影片，然后网络上那么多盗版的影音内容，他开始做串流平台。我的原本出租 DVD 的生意，大家缴月费可以看 DVD 的，现在是到网络上，大家缴月费连上网络就可以看你喜欢的电影。那是 Netflix 从转型做数位串流平台之后，在2011年，他们曾经做了一件很疯狂的事情，而这件疯狂的事情在绝大多数的商业相关的文章都说是 Netflix 犯蠢。那时候他们做什么呢？就从2000年的后期啊，在2007-08年以后， Netflix 其实你如果那个时候加入 Netflix 的会员，你同时可以跟 Netflix 租 DVD 来看，你同时也可以连上 Netflix 的串流平台在网络上看影片。所以是一个会员缴一个月费，可以同时的使用传统实体的模式跟数位的模式。那到2011年的时候， Netflix 的创办人他做了一个决策，他觉得说我应该要下定决心是要分拆，然后我是要往数位的方向走，所以他做了一个决策，就把公司一拆为二， Netflix 拆成两家公司，一家叫做 Quixter， 继续做 DVD 出租的生意，然后另外一家自己本店叫 Netflix 做串流平台。然后对于原本 Netflix 的这些订户来说的话，他们原本参加一个会员缴一个月费就可以 DVD 也看，串流平台也看。然后公司分拆之后，大家必须要到 Quixter 去登记会员，缴一个月费可以租 DVD， 然后留在 Netflix 加入会员是只能够看串流平台。但是两个会员的会员费相加是略微大过原本的一个会员。他们做了这件事情，结果 Netflix 的会员就瞬间流失了超过百万，其实很高的金额，他们的股价就大跌，跌了超过50%。那是在2011年发生的。很多商业的书籍都说 Netflix 当年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他们没有想清楚，或者在他们做这么极端的手段之前，他们需要先可以先做实验，先从区域性一个小市场某一个城市或某一个镇先实施，在这里
把一个会员拆成一个 DVD 会员跟线上会员，然后试试看，就知道结果不好，就可以避免掉当时为期半年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一个营收上面的、公关上面的跟股价上面的灾难。很多人是这样看，但是我自己在看 Netflix 的发展，因为我也投入，现在开始投入电视剧的制作，所以我会从另外一个，就是从内容的产制的角度去看 Netflix 的经营，因为我发现 Netflix 他们要转型做串流平台，他们也很快认知到他们的转型必须要搭配 Netflix 自己有自己的原创内容。可是，一开始对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个 DVD 的公司，然后要转做串流，然后要投资影视，对于比较好的制作团队来说，对于当年像是《纸牌屋》这样的制作来说，他们在美国传统的 Premium Cable 付费的有线电视那边，他们是有机会得到投资，有机会播放。那他们为什么要放弃一个商业模式，在那个时候十年前还很完整还有收入的这些，然后名字还很好听的这些电台的合作机会，然后跑去让这个 Netflix 来投资来制作他们的影集呢？我觉得 Netflix 在转型的过程中，他必须要做一些事情，不只是说服他自己的团队，也要说服这些要跟他们合作的人，是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我就是要往转型的路走，我就要走上串流，我就要走上这个原创自制内容的这条路。那么，所以我的另外一个解读是，2011年是 Netflix 做蠢事的那一年，但2011年也是 Netflix 正式开始。那一年 Netflix 提出了非常好的 offer 给纸牌屋的团队，他们投资了纸牌屋，那是 Netflix 开始积极投资原创内容的一年。那或许他们不需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才能够说服其他人他们转型的决心，但是我要讲的事情是，有些时候当你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是只有你自己做，不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的决心，这个决心是需要让你的合作者，或是让你的竞争者，或是让你的敌人知道，而别人的认知会影响到他们如何跟你合作，合作的人会更积极，那原本要跟你斗的人会更怕你。这是我今天要顺便提到的观念。很多时候有些事情不是光做到了就好，做到了要让人知道，因为是透过塑造别人的认知，改变别人的行为，来让我们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或者是能够达到双赢的目标。好，这边是我关于承诺这个主题所要讲的所有的东西。这个游戏叫做《旅行者的两难》。英文叫做 Traveler's Dilemma。 Traveler's Dilemma， 旅行者的两难。这故事还蛮诡异的，我就先念一下。有两名彼此不认识的旅客，不约而同到某一个太平洋小岛度假，然后他们去到同一家纪念品店，买了一模一样的当地手工艺品做纪念，然后假期结束，他们又搭同一班飞机回家。结果回到家，当他们提领行李的时候，发现出于航空公司的疏失，两个人买的手工艺品都被压坏了。但还好行李有保险，航空公司可以理赔。这航空公司理赔的方式非常的机车，可是我们就先接受一下。在航空公司把两名旅客隔离开来，要他们各自申报损毁的手工艺品价值多少，好作为理赔的依据。所以这两名旅客现在被分开，他们本来就不认识，他们现在也不能交谈。根据航空公司的理赔规定，每一位旅客最高可以申报$100的损失。然后因为有东西坏了，很明显最低可以申报$2。所以换句话说，现在两名旅客
被隔离开来要申报价值，那他们可以在2到100美金之间选一个数字报出来。等一下我们在玩的时候，我们就假设你只能够填正整数，对，2、3、4、5、6、7、9、1、9、2、9、3、9、4、9、7、9、8、9、9、100。OK， 所以有2美金到100美金之间的正整数啊，是这个旅客可以申报的金额。理赔的规则是什么样呢？如果两位旅客申报的金额相同，那航空公司就会完全按照他们的申报金额来赔偿。比方说两个人都申报了80美金，那航空公司就赔偿每个人80美金。但如果两个人申报的金额不同，那航空公司会采用较小的申报金额来赔偿两人。而航空公司会认定申报低金额的人是诚实的，申报高金额的人是谎报。所以申报金额较大的旅客在赔偿之外，他还会被扣2块钱的欺骗的罚金。申报金额较小的旅客，他会得到在赔偿之外会得到2块钱的诚实奖金。很机车的规矩，大家这样有听懂吗？我举例好了，假如是 J 跟 K 两名旅客，他们各自要申报啊损失多少？如果 J 申报48元 ，K 申报100元，最后航空公司会认定说我只赔48元，那么 J 他就会得到48元的赔偿，加上2块钱的诚实奖金，所以 J 最后会得到50块钱。那么 K 呢？他会得到48元的赔偿，但是航空公司说你骗我，你把谎报到100，所以我再扣你2块钱的罚款，所以 K 最后扣掉罚金只得到46元。所以如果 J 申报48，K 申报100，最后是 J 得到了48+2。然后 K 得到的是48-2，但如果两个人选的数字是一模一样的，申报的金额是一样的，航空公司就是照你的申报金额来赔偿。到这里为止，大家有没有问题？等一下呢，就是假设你们每一个人个人就是其中一名倒霉的旅客。然后请你在纸条上面写下你的名字，写下你要申报的金额在2块钱到100块之间。所以这学期除了简介之外，我们讲了规则怎么分析，讲了承诺以及改变赛局，然后现在我们进入到下一个主题。如果是从这个专业词汇的角度出发的话，我们真正要讲的是专门来研究劣势策略这个概念可以怎么应用在我们的分析当中。那当然我在那个 NTU 库上面定了一个比较大众化的标题，叫做疯子、傻子跟理性经纪人。那今天来不及，但是下个礼拜会跟大家说明我们这个主题啊如何可以连接到人的理性与否。当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可以把赛局分类，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过一种分类法，就分为同步行动赛局 （simultaneous move） 跟依序行动赛局，像是囚犯的两难、猎鹿这些是同步行动。那么像是赖床，或者是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的电视影集《授权谈判》是依序行动。这里有一个基本观念，顺便补充：同步跟依序的分野在哪里？你说在于时间顺序，大家是不是一起做决定，还是有先有后？但是我要强调的事情是，什么是同步，什么是依序，重点不是在那个绝对的时间轴上面，两个人是不是同时做了决策，重点在于资讯。所谓依序行动的要件，是一个人行动的时候，他已经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人所采取的行动，所以会被看见的那个人是先的，后的那个人是我可以看到别人做了什么，在给定这个资讯跟基础跟继承事实下继续往前，这个才叫依序。那么如果你在行动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看到对手的行动，虽然他先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因为你被蒙在鼓里不知道，而你坐在你将会做什么事情，你的对手也不知道，这时候你和你的对手就等于是同步行动。举例来讲，如果我们猜拳啊，一二三剪刀石头布，我们如果是同时出拳就是同步行动，但有些人眼明手快，他就可以，他就是慢个 0.2 秒出拳，然后他就利用那 0.2 秒，他可以先看到你出什么他在做，所以这样子的猜拳对于那个眼明手快的人来说其实是依序行动。所以重点，什么是真实世界的情境，什么时候我们该套用到同步赛局的模型来分析，什么时候套用到依序，是关键在真实世界那个情境里面，大家在采取行动的时候知道了什么，有没有办法先知道看到另外一方所做的事情，这个才是依序跟同步之间的分野。从这里出发，先走过几个非常阳春非常简单的赛局，来复习优势策略跟劣势策略这些观念。那我举的例子也比较古典，现在可能大家比较难想象，在以前还是纸本杂志、纸本媒体当道的时候，假设我们在美国，然后有两个主流的杂志，一个是《时代》杂志《Time》，另外一个是《新闻周刊》《Newsweek》。那么两个杂志同一天出刊，每周一期，那么在出刊前，两个杂志的总编辑就要决定我们下一期的封面故事是什么，然后这个封面故事会影响到这期杂志有多吸引读者，然后有多少人会买，影响到他们的营收，然后每一份杂志的营收其实也会受到你竞争对手的封面故事精不精彩所影响。所以不是你的封面故事好看就够了，那如果你的对手的封面故事更吸引人，然后他有什么大的八卦秘密要爆出来，那会冲击到你的销售量。那么我假设两份杂志 Time 跟 Newsweek， 他们各自可以选择我的封面故事是要走政治话题还是财经话题，所以两个选择，政治跟财经。然后从荧幕上的这个表，我们列的就是当两个杂志选取了不同题材的封面故事的情况之下，他们预期的杂志销售营收 OK， 我简化之后变成是这两个杂志社的报酬。所以如果两个杂志都是出政治的封面故事，各得35， Time 出政治的封面故事， Newsweek 出财经，可能政治更吸引人一点，那么 Time的报酬是30 ，Newsweek 是Time 的报酬是70 ，Newsweek 是30。反过来，如果 Time 出财经 ，Newsweek 出政治 ，Newsweek 的报酬比较高，是70。两边都出财经啊，大家不喜欢，觉得财经的新闻读起来比较枯燥，各15。面对到这样的赛局，假设这个报酬的资讯是公开透明的，那么你预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那我们之前学到了一个概念，叫做优势策略。对 Time 来说 ，Newsweek 出政治版封面故事 ，Time 是政治35，大过财经30，政治对 Time 比较好。如果 Newsweek 选择财经作为封面故事，对 Time 来说，他出政治的封面故事可以得70，财经得15。还是政治比较好，所以不管竞争对手做什么，对我 Time 来说，对我 Time 来说，政治都是优势策略。然后我选财经封面故事，不管对手做什么，财经的封面故事都不如政治的封面故事，所以财经的封面故事是劣势策略。那我们讲到说，只要你有优势策略，你就要采用它。或者是你有理性的赛局参与者，劣势策略不应该去使用。所以我们预期 Time 有优势策略是政治， Newsweek 有优势策略是政治，所以最后得到的均衡，两边都是选政治的封面故事，各得35。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之前讲过的定义，不管其他人怎么做，如果某选项 A 对你来说永远好过其他任何选项，这是你的 dominant strategy。
不管其他人怎么做，如果某选项 B 对你来说永远不如某个特定选项 A， 那么 B 就是你的劣势策略。不止如此，我们今天的作业会让大家练习。不止如此，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在英文里面常常会说的是 B is strictly dominated。这个 B 是劣势策略，是因为不管对手做什么，选项 B 永远不如选项 A。 那么在英文里面，这里有一些非常严谨的观念会用英文来表达，因为英文的句法结构才可以让我们放进去非常复杂而有细微变化的这些逻辑和观念。所以 we say B is strictly dominated by A， 不管别人怎么做， B 对我来说永远都不如 A， strictly dominated。 财经话题永远都不如政治话题。好，那么我们之前得到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理性的赛局参与者竭尽所能的根据利益最大来做选择。那么因此，理性的参与者永远不应该去选择他的劣势策略。当你有冲动要选择策略 B 的时候，你就发现，B is strictly dominated by A。 所以凡是你想要选 B 的时候，你都应该可以透过转换策略到 A 来让你自己变得更好，而且这个变得更好是不管别人怎么做都可以更好。所以理性的人不会选择这个劣势策略。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种情况。这个杂志大战情境二，仍然是 Time 跟 Newsweek。 我们唯一有改变的是左上角跟右下角。我们假设 Time 是一个更会行销、新闻报道写得更好看的一个杂志，这只是我的假设。所以因此，当 Time 跟 Newsweek 都选同样的题材做封面故事的时候，Time 得到的报酬会比较高，然后 Newsweek 会比较低。两个都选政治， Time 得 42， Newsweek 28。 两个都选财经， Time 得 18， Newsweek 得 12。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要问你，如果你是 Newsweek 的总编辑，你知道双方的报酬长这样，你会选哪一个题材当做你下一期的封面故事？如果你是 Newsweek， 你会怎么做？很简单，我们先检查我 Newsweek 有没有优势策略或劣势策略。对 Newsweek 来说，如果 Time 选政治，我 Newsweek 选政治的28，选财经的30，所以我应该选财经。可是如果 Time 选财经，我 Newsweek 选政治的70，选财经选得12，我 Newsweek 应该选政治。看到没有？ Newsweek 现在他没有优势策略，他也没有劣势策略，他选哪一个封面故事最好，对他最好，取决于 Time 怎么做。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办法来预测 Time 的封面故事选择？我们假设 Time 的总编辑是理性的，他会竭尽所能来极大化 Time 的报酬。那我要怎么判断 Time 会怎么做呢？我们或许可以设身处地，就先假设我们是 Time 的总编辑，看看 Time 的总编辑面对到的赛局情况是什么。好，所以对 Time 来说，如果 Newsweek 选政治，42大过30，政治对 Time 比较好。如果 Newsweek 选财经，我们可以看到70大过18，政治对 Time 也比较好。这时候你发现，虽然 Newsweek 没有优势策略，没有劣势策略，但是 Time 有优势策略。 Time 的优势策略是选政治话题，
劣势策略是财经话题。所以我们身为 Newsweek 的总编，如果我们预期 Time 的总编是理性的，那么我应该可以预测 Time 会选政治话题做封面故事。那么这时候在 Time 选政治话题的情况之下，我 Newsweek 应该要选财经话题，可以得到30比较好。因此透过这样子的推论，先预测对手会怎么做，再来采取行动。好，那如果双方都是理性的，我们预期最后的这个均衡会是 Time 出政治话题， Newsweek 出财经话题。所以如何形成对别人的预期啊？2-3周前我提过这个大哉问，只要我知道对手是理性的，我们就能够预期他们有优势策略的时候会采用，然后我也可以预期我的理性的对手一定不会采取他的劣势策略，所以我可以把对手会做的事情的范围可以缩小。这里有两个先决要件，当我要假设对手不会使用他的劣势策略的时候，有两个先决要件。第一个是我要能够知道我的对手是理性的。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我们遇到的是一个笨蛋，或我们遇到的是一个疯子，或者是他根本不是按照理性或者按照这个报酬的大小来做决策，那就另当别论。那如果对手是理性的，那我们可以判断他不会采用劣势策略。然后第二个，我要能够设身处地的知道一个理性的对手会删掉哪些策略，我还需要有资讯知道对手在不同状况之下的报酬。所谓知道对手是否理性这件事情，我对这个事情这个动作给了一个词汇，叫做 knowledge of rationality。 好，等一下简写叫做 KR， 这个观念我们等一下会继续用到。那么从这里出发，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个比较复杂也比较写实的一个案例。我等一下会在黑板上画图，然后但是故事情境是打在投影片上。这个情境叫做厂商选址，在海滨公园沿着海岸线有10个景点，相邻的景点都等距依次标号是12345678910。所以我现在在黑板上这里先画12345。然后现在有2家店 A 跟 B， 他们已经取得执照，可以在这个海滨公园卖冰。2家店卖一样的冰，价格也相同，这些都是给定不能调整的。那么2家店现在需要做的决策，就是要同时选择自己开店的位置。所以比方说我店家 A 可以开在1号位置，店家 B 可以开在2号位置，以此类推，有很多不同的组合。基本上同一个景点可以同时容纳多家冰店，因此如果2家冰店都要选同一个位置也没有问题。比方说我 A 跟 B 都挤在一起开在位置4这个地方也 OK。 现在到海滨公园的游客，假设每个人都会去吃冰，然后他们会选择去，但是大家从不同的方向去到海边，所以人会分布在10个不同的景点。那我们假设游客在这10个位置是均匀分布，然后他们会选择距离最近的店吃冰，反正内容一样，价格一样，哪里少走路我就去哪里。但如果 AB 2家冰店距离游客的距离是一样的，那我假设游客就是丢铜板决定要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他们会随便选一家。我们先假设游客是均匀分布在公园的10个景点，因此每一个景点都有10%的游客，这是
我们这个故事的背景。再假设这两家冰店他们的经营都有一个目标，价格已经是死的，所以我的营收、我的利润就跟我的市占率成正比，所以每一家冰店的目标都是极大化自己的市占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认为 A 跟 B 这两家店，他们在这个海滨公园十个位置，他们会怎么来选址？最后这个店会开在哪里？会开在边边，还是开在中间，还是说随便，没有一个道理？这是我们所要思考、要回答的问题。从这里出发，我先帮大家定义一些符号，让我们等一下可以更清楚的来分析这个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提到一个赛局？像这个赛局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很典型，资讯是公开透明的，然后 A、B 两个店家同时做决策，同步行动。要完整的刻画描述这个赛局，我们只需要整理出几个东西。第一个，这个赛局里面有哪些参与者？真正要做策略的决定的是 A 跟 B 两个店家。第二个是每一个赛局参与者，他们面对了哪一些的选择？让我用小写的 SA 来代表店家 A 所需要的选择。SA A 面对了哪些选择？他要开店，他的店可以开在位置一、位置二、位置三，一直到位置十，十个数字他要选一个。那么我用 SB来代表店家 B 所要做的选择，也是十个位置选一个，一二三，一直到十。描述一个赛局，我们要知道参与者，要知道每一个人有哪些策略选择。再来呢，我们要知道每一个参与者他们的报酬是多少。这个报酬就是当你跟我们的位置都选好了之后，游客开始决定去跟谁买，最后就会形成你的市占、我的市占，对，会。然后那么我们要了解一下，在这个故事里面 ，A 跟 B 的报酬是怎么决定的。我先举例第一种状况，店家 A 在位置一，然后店家 B 在位置三。图上这样的情况，我现在用 UA 来代表店家 A 的报酬，然后我的这个报酬函数里面呢，这个店家 A 会得到多少的市占率，取决于 A 的店开在哪里，也取决于 B 的店开在哪里，所以店家 A 的报酬函数我就可以用 UA of SASB 来写。同理，店家 B 的报酬函数是 UB of SA and SB。 那么我们就具体的来算一下 example。 假设 A 开在位置 1， B 开在位置3，那这时候 A 的市占率是多少呢？在景点一的游客都会跟 A 买，在景点二的游客有，以平均来说，对他们来说去 A 跟去 B 是一样的，就一半的人会从景点二跑到景点一去跟 A 买冰，有一半的人会跑去跟 B 买冰，所以当 A 的位置设在一 ，B 的位置设在三的时候，店家 A 的市占率是多少？15%。景点一的那10%，加上景点二的10%，有一半的人过来是15%。那么因此 UB 一三，对店家 B 来说，他的店开在位置三，店家 A 在位置一，他得到了是85%的市占率。OK。
从用这样的方式，我先确保大家知道我们该怎么计算这个市占率。现在我在假设店家 A 从位置一移到位置二，那这时候店家 A 的市占率就从15%增加到20%，因为在位置一跟位置二的这20%的人都会跟 A 买，然后从位置三开始到10%的这80%的人会跟 B 买，所以 A 得到20%， B 得到80%。那我们再假设 A 继续往右边移动， A 也到挤到这个位置三，当 A 跟 B 都在同一个位置的时候，对于所有的游客来讲， A 跟 B 都一样远，所以大家都丢铜板决定，所以最终每个人 A 跟 B 各自都是得到50%的市占。用这样的方式，我就跟大家说明了这个厂商位置的这个赛局如何简化成参与者策略选择跟不同策略选择组合之下的这个报酬函数。有了这些资讯，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分析。好，所以有没有人觉得你预期 A 跟 B 会怎么做？我们是站在一旁分析的人，然后我们的目标是要来预测 A 跟 B 他们最后店会开在哪里。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资讯就是这个故事的所这些东西，再加上我们知道 A 跟 B 都是理性的店家， That's all， 没有更多资讯。理性的人他一定不会去选劣势策略，如果有劣势策略存在的话。所以第一件事情，请大家思考，我们先聚焦在店家 A 好了。对店家 A 来讲，他可以选十个位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没有哪一个位置是他的劣势策略，是店家 A 永远不应该选？或者是我们换一个方向，店家 A 有没有优势策略？有没有选哪里是永远比其他的位置都更好，然后不管对手怎么做？或者是退而求其次，我们来看店家 A 是否有一些劣势策略是他永远不该选。所以我把我的分析拆解成一个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否有任何的劣势策略？然后这个劣势策略是不管对手店家 B 怎么做，我的这个劣势策略都永远会输给，固定的会输给我的另外一个其他的策略。如果根据你的逻辑来说，你觉得往中间移会比较好，那我们能不能猜猜看，会不会边边角角的位置不好？因为你刚才的直觉是大家要往中间嘛，那么会不会位置一永远不如位置二？关于要判断，我们这个赛局比我们之前看到什么杂志大战那个赛局都来的复杂，要从复杂的赛局来做判断，我们常常会诉诸直观。你的直觉，一些基本的逻辑告诉你，大家好像会有往中间的这个动力，那么从直观出发，我们就开始猜，会不会有一些策略，它天生就不好，固定输给某些其他策略。所以要找劣势策略，我用的方法真的，别无二法，常常就透过直觉来猜，然后猜完了以后，我们再来验证。因此，我提出我的第二个问题 ，is。
我在猜会不会边边角角的位置不好，因为当我往中间推进的时候，我可以更逼近对手的位置一点，我可以多吸引到一些靠中间的这些游客。从这个直观出发，我先设了一个 hypothesis， 会不会说位置一是劣势策略，他如果要是劣势策略，他就要固定的输给某一个其他策略，不管对手怎么做。所以有没有可能 is location one strictly dominated by location two？ 这是我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直观做基础，但接下来我们就要做具体的计算。我们如果要说明位置一永远比位置二差，对 A 来说，我们就要能够说明，不管厂商 B 的位置设在哪，厂商 A 选位置一，他得到的市占都比厂商 A 选位置二所得到的市占要来得更低。所以我可以这样看，我这个表先列，就是B's location， 然后我再列 A chooses one， 然后以及 A chooses two。 我最终要比较的事情是，当厂商 B 位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不同位置的时候，当我厂商 A 选择位置一，以及当我厂商 A 选择位置二，这两种情况，厂商 A 各自会得到多少市占，是否可以证明计算出来厂商 A 选位置一的市占永远会小过厂商 A 选位置二。因此我就开始计算，第一个是假设我们搭配左边的图，假设厂商 B 是在位置一，好，当厂商 A 也选位置一的时候，它的市占率是多少？是 UA， 两个厂商都在一嘛。括号里面的第一个数字是 A 的位置，第二个数字是 B 的位置。两个厂商都选一，位置一，他们 A 是得50%的市占。好，如果厂商 A 现在从位置一移到位置二呢？好，这样子过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厂商 A 的市占是 UA， 厂商 A 在位置二，厂商 B 还是在位置一。这时候发生什么事？从这张图你可以看到，厂商 A 它可以得到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90%的游客跟他买冰，它的市占是90%。你可以看到50%小于90%，这是第一个情况。接下来我们就要看，那么如果厂商 B 选位置二会发生什么情况？厂商 B 选位置二，我们仍然要比较厂商 A 选位置一跟厂商 A 选位置二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来计算UA， 厂商 A 在位置一，厂商 B 在位置二 ，UA 一二，这时候 A 的市占是多少呢？只有在位置一的10%的游客才会跟他买。如果厂商 A 从位置一移到位置二，现在两家厂商都在位置二，各得50%的市占。这时候我们看到什么事？10%小于50%，所以还是位置二好过位置一。我们继续来完成这个表。如果厂商 B 移到位置三，会发生什么事？我们要做的就是假设厂商 B 会出现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不同的地方。在这10种情况之下，对 A 来说，
选一好还是选二好，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厂商 B 在位置三，所以我们看到 UA13， 这时候厂商 A 在位置一的时候，它的市占是多少呢？我们刚才算过15%，因为位置二的游客有一半的人会跑到 A 那边去买冰，15%。然后 UA23， 如果厂商 A 在位置二，它会得到20%的市占。然后我们就要一路算下去，如果时间够的话，你要假设厂商 B 会在12345，一直到位置10。每一种情况之下，你要来比较厂商 A 选一跟厂商 A 选二的时候的情况。但是我们算到这里先暂停，你可能会感受到一个趋势，就是不管 B 的位置在哪里 ，A 选一永远不如 A 选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说，位置一 （location one） is strictly dominated by location two。因此，这个问题我们就有答案，得到一个 yes。我们的结论是，边边角角的位置一是一个劣势策略，因为选一不如选二，而且这个结论是不管对手怎么选，它都成立。既然如此，我们这个题目的地理环境是左右对称的，所以同样道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 10 is strictly dominated？好，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是，厂商 A 不会选一，他也不会选十，因为这两个都是劣势策略，分别不如二跟不如九。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预测了，我们的预测是这个店家他们不会选最两端的车，最两端的这个位置。接下来我们往前推进，因为很多同学的直观是说是不是越往中间越好，所以我就问第二个问题 ：Is location two strictly dominated by location three？我们现在来想这个问题，如果一不如二，十不如九，我们能不能够证明二不如三？而且我们要证明的是，不管对手怎么做，二都不如三。觉得二不如三的请举手，二是劣势策略的。 OK， 有不少。觉得二不是劣势策略的有没有人？也有一些。好，我来讲一下大方向。如果你觉得二不如三是劣势策略，那你需要做的就是像我们刚才一样列一个表来证明它，不管对手怎么做， A 选二得到的市占都不如 A 选三。走完这个步骤，你就可以证明你是对的，或者是你发现你错了。如果你觉得二并不是劣势策略，那么我们该要做的就是举反例，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状况，是当对手 B 选某个位置的时候，其实选二会比选三好。对 A 来说，当我们要来看二对 A 来说是不是劣势策略输给三，我们要来想说，有没有可能当 B 选哪里的时候，位置二对 A 会比较好。我们来画图，如果 B 正好是位在位置一呢？如果 B 正好他选了位置一，这个时候 A 选位置二可以得到90%的市占，但是如果 A 选位置三，
他只能够得到85%的市占。这时候看到了吗？我虽然说理性的 B 不会选位置一，可是我们从 A 的角度出发，你还不能够确定它是不是理性的。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UA 二一 ，A 选二 ，B 选一，会得90%。这时候是大过 UA 三一，这时候 A 的市占是85%。我们发现，当 B 选数字选位置一的时候 ，A 选二会比选三好。这时候我们就证明了没有办法，二永远比三差，二有的时候会比三更好。所以 is two strictly dominated by three？ 答案是 no。OK。因此到现在，如果我们所会的工具就只有消去劣势策略 ，OK， 理性的赛局参与者不选劣势策略，那我们的结论就只有大家不会选一，也不会选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都有可能。但是我们的推论有没有办法往前进？现在我是理性的，你是理性的，我们不选一也不选十。假设我们互相知道彼此是理性的，好不好？我是理性的，所以我不选一跟十。如果我知道你是理性的 ，I know that you are rational， 我就知道你不会选一，也不会选十。如果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是理性的，那么我们彼此都能够理解，没有人会选一跟十。我们实际上在进行的赛局，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更小的赛局。在这个小赛局当中，你我都只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八个选项。这里进行的步骤叫做消去劣势策略。但是当我们消去劣势策略，把这个大赛局缩小成为只有八个选项的一个较小的赛局的时候，我已经不自觉地加了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就叫做 K2。刚才我们讲过 ，K2 就是 knowledge of rationality。我是理性的，我知道你也是理性的，所以我知道你我都不会选一跟十，所以我们实际上面对的赛局就是这个框框，只有八个选项。所以我的下一个问题是 ，after 1 and 10 deleted。好，我们现在聚焦，我们现在加了 K2 这个假设，我们知道彼此是理性的，我们就仿佛只需要分析这个小一点的赛局，在这个小一点的赛局里面，边边角角的位置是不是劣势策略呢？在这个小一号的赛局里面，位置二是否会永远输给位置三呢？所以我要问的问题是 ：After 1 and 10 deleted, is 2 strictly dominated by 3？ 时间的关系，这个给大家自己计算，跟刚才的情况会很像。直觉也是一样的，不管对方怎么选，二永远不如三。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只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就八个选项的这个小赛局。因此，在这个小赛局当中，我不会选二跟九。你是理性的，你知道我是理性的，所以你也面对了这个小赛局，你也不会选二跟九。我们能不能够再缩小？如果我是理性的，我知道你是理性的，而且我也知道你知道我是理性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能明白你仿佛在玩这个只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赛局，然后对你来说，二跟九都是你的劣势策略，你也不会选，他们也是我在这个小赛局的劣势策略，我也不会选。所以如果我知道你知道我是理性的，
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的结构的时候，你我就能够判断，仿佛我们两方都在进行，我们两方都不会选一跟十，也不会选二跟九，仿佛我们两方都在玩一个再小一号的赛局，我们的选项只有三四五六七八，只有这六个选项。但是要达到这里，我们需要的一个条件，我称之为 KKR。叫做 knowledge of knowledge of rationality。 光你我是理性的还不够，当我们知道对方是理性的还不够，我们还需要知道对方知道我们是理性的，才足够能够让我们确信你我都仿佛是在玩这个更小的三四五六七八的这个赛局。然后在这个小一号的赛局里面，我们有没有劣势策略？边边角角的位置三跟八会不会永远不如四跟七？不管对手怎么做，大家回去自己验算。在这个黄色框框的赛局里面，三永远不如四，八永远不如七，所以我不会选三跟八，然后你也不会选三跟八。这个时候，如果我加一个假设，叫做 KKKR， 或者是太麻烦了，就是 K 的三次方 R。意思是，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是理性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能够明白，你仿佛是在玩这个黄色框框三四五六七八的这个赛局，然后对你来说三跟八是你在这个黄框框的小赛局里面的劣势策略，你不会选三跟八，所以我能够明白对你来说你真正面对到的赛局只是红色框框只有四五六七这四个选项的赛局。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是理性的，同时也是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三个知道我是理性的。我们这个逻辑，大家回去自己分析，然后你需要能够自己讲故事说服自己，而且觉得舒服，觉得合情合理，把这个逻辑走完，到最后你会发现在红色的赛局里面，四不如五，七不如六，所以到头来大家也不会选四，也不会选七， A 跟 B 面对的实际上的选择就只有位置五跟位置六两种。所以最后从这里出发，我们要判断场上 A 跟 B 他们最后有可能选的位置可能有几种组合，两个场上都选五，或者是两个场上都选六，或者是一个选五一个选六，或者是一个选六一个选五。回去大家请大家验算，在我们这四种情况底下的任何一种给定对手已经在他的位置了，我任何厂商我有没有办法片面的改变我的位置来让我自己更好？这是我们这次作业里面会需要大家分析的东西，请大家去思考。在这里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叫做劣势策略逐一消去法。在原始赛局中，每个人的劣势策略都消去，消完之后得到一个比较小的新赛局，新赛局中继续将每个人的劣势策略全部消去，又得到一个更小的赛局，然后不断的重复，直到每个人都没有劣势策略可以删为止。这是我们最后分析的结果。这时候最后剩下来的策略选择就是每一个人大家有可能会玩出来的策略。这个方法英文叫做 Iterated Elimination of Strictly Dominated Strategies。 然后背后的假设，每消去一次我们会假设每个人是理性的，消第二次我们需要假设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是理性的，以此类推。下个礼拜呢，我会从这里开始把理性跟策略选择之间的连结建立起来。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